昨天晚上你喝醉酒说了很多胡话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我可以当做你是喝多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们从头开始。小姐，你要的时间和空间我都可以给你，我们分开不分手，只是按下暂停键好吗？可我想爱的是钟志杰。为什么你不喜欢不爱我了是吗？不爱我了是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非要分手？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非要分手？我们中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？也许是命运安排我们相见太早。如果晚一点，或许不是这个结局。我的心脏剧烈疼痛，全身像麻痹了一样。我多希望就这样睡过去，再醒来我就能够回到未来，回到我和嘉诚相亲相爱的时候。可现在妈妈需要我，我不能就这样睡过去。未来没有按照我努力的方向那样发展，一切都被改变了。师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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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，师姐！哎呀，师姐，你终于醒了，吓死我们了，知道吗？你忽然就晕倒了，脸色惨白。哎，来，感觉怎么样？啊，来，来，喝点水啊，小心烫。我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心慌，手脚发冷，体内的肾上腺素突然失常，心脏血管呢突然收缩，可是血液呢
有没有送到大脑？大脑就暂时性休克了。你晕倒了？对对对对，你晕倒了。哎呀，你还是好好休息吧，救护车一会儿就到。我不要去医院，我没事儿。你没事儿？你没事儿怎么会晕倒呢？哎呦，我说师姐，你就不要自称了，不就是失恋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看我，从小到大没有甩过别人，光被别人甩了。 不正好活着，张凯。哎，救护车到了，你负责把尸检送到医院。如果我在医院没有见到他，你负责。哎，易总，你去哪儿啊？ 你一个人发什么呆呢？坐这儿。那天突然走了，不好意思。对了，我欠你的那个钱。你还真把我当成债主了是吧？不是。哎呀。 我怎么每次上来讨债都讨不到呢？你以为我真在乎那点钱啊？那倒不是，你来找我是有其他的事吧？没错，我来找你就是有别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我是想，小佩，我和嘉诚有几句话要说。 我问你，为什么这么对时间？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吧？我没有必要向你汇报。我只想让你去处理，不是让你跟他分手，不是让你去伤害他 ，OK？ 分手的痛苦是一时的，时间会抹平一切，不用你来操心。你这么做等于是雪上加霜，让他更加崩溃。 你就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、所谓的事业，选择跟他分手，你不觉得自己混蛋，不觉得自己很自私吗？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？是，我自私，我混蛋，我承认。可我跟他分手了，你不应该高兴才是吗？我看错你了，我不应该以为你会给时间带来幸福。对，我给不了，你能给。 你倒是给啊！